Hello。哇塞，咱们在做任务呢，你先熟悉熟悉，别把人吓一跳。一会儿发酸奶啊，龙哥，摁一下啊。哎，先行。哎，先行。再摁，得摁好多次。再摁，得摁好多次。再摁，得摁好多次。瞧你这个笨样，瞧你这个笨样。我看一会儿这任务，你啥你也做不了。太可怕了！腿软了。找帅哥去了。你可能确实有点他的噱头，跟你真行啊！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帮你。哥哥，我从来没觉得你这么可靠过。来，我们开始再录一会儿啊。我给你照张相得了，自费的工作多么无意呀！给你照张相。好了好了，成功了，真棒。看啊，现在我再给你示范一下，这是关着的啊。来，小宝贝，我们来一个解锁。哇塞！指纹识别实验原理。现在市面上主流的指纹识别是通过手指接触屏幕时，屏幕的光线将皮肤纹理照亮，纹理反射光线穿透屏幕，形成指纹图像，从而被识别。所以有皮肤触感且带有纹理的部分都有概率可以被识别为指纹。过来坐一会儿。服了，害怕。嗨，还不咬你。搭理你，谢谢大王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握手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谢谢谢谢。别拉别拉啊！我真的会谢。真的害怕。你不太胆小啊。那我们下一个到哪里去呢？龟和蜥蜴我都不敢。蜥蜴我行，蜥蜴我行。哎呀呀呀！啊！我去，我以为是。你们搞活动不是有保险的吗？有没有保险？咱也不能为了挣这保险这么拼呢，哥。哇塞，大象，这是小象，长大了才是大象啊！这就是他们的老乡非洲狮，让它的毛都给剃剃了，太热，天太热了，穿短袖都热，何况是皮毛一体穿貂了呢？前面熊大熊二的家就好了，就幸福多了，他的私家泳池比较大。熊大熊二。你看，这都是刚游泳上来的，看毛都能看得出来。看见没有，土拨鼠？拨鼠能不能？就是那上面一整啊，就那个。啊啊、这里感觉凉快。哎，好，这里、哎、这里好。这里咋的？我发现我就爱昆虫。啊，喜欢。但这怎么能录到它的指纹呢？有这个可以咬一下。这鳄龟咬一下手臂没了。猪鼻龟，这是濒危动物，一级保护动物。哇塞，这是啥呀？哎呀妈呀，这咬人不？这咬人吗？
这个真的是冷血动物啊。这个黑白泰迦，这是南美洲产的黑白泰迦。哎呀呀呀！哎呀呀呀！蜥蜴我行，蜥蜴我行。来吧，咱做任务吧。龟就往小了挑就行。那个老师，要个一两斤的。他不会给你拿太大的。对对对，那个国外的咱不用，咱就找本土的就行。这咬不咬人、啊？不咬人。这是我们周主管繁殖的。你都可不知道那龟那头有多长。你在这儿，你的手拿在这儿，它都咬不着你。咱就弄它后脚，你怕啥呀？这好录，我感觉你这两人贴贴，往上贴贴，对，贴贴，哦，贴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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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快啊！录录成功，给看一眼，给看一眼。锁上，咱试一下。贴贴，哎，靠谱，这个最顺利最快，真靠谱。那我们来蜥蜴，这个蜥蜴你来吧，我拿吧。我拿手机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公平的，对啊，没事，这个黑白泰迦还是很温顺的。打哪个？那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那不行，那不行。拿了。现在我们来蜥蜴，这个蜥蜴你来吧，我拿吧。我拿手机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公平的。对啊，没事，这个黑白泰迦还是很温顺的。打哪个？那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那不行，那不行。拿了，就这个最老实了。我以为是蜥蜴来追我来了呢，在那口堵着他，快跑！啊，这不行，真不行，真不行。他拿着，你能拿吗？不行，真不行，真不行，真不行。你拿着行，你拿着行。不用拿哈。你贴吧，那你来贴，你贴他后脚。贴后脚啥？你今天你能不能挑战一下自己？啥你也不敢干，你快过来。不怕，我们看热闹都没怕，你怕什么呀？这不就跟这个鸡爪子差不多吗？来吧，这样子。他这样你还害怕？你别对，别对着我，别对着我。对对，去吧。你这么，你往后来点，你到这边来，你那。不是，你别过来，老师，我来找你，我找你。嗯。没事儿，他头他控制着呢。你八斤点。不行，这失败了。不行，这失败了。